占卜师开新店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不仅是因为他毫不避讳地将新店开在谢霆锋店铺附近，还因为神秘男性好友为其新店站台宣传。近日占卜师晒出一张与好友的合影，照片中两人十分有默契地同时戴起黑超，看样子私交甚好。这位好友就是香港著名主持人李浩霖。据记者称，李浩霖本人亲自到占卜师新店支持，还在店中购买新腰包。占卜师更是自曝，李浩霖全身的东西都是在他这里买，果然是关系非常不一般了。早在2018年，两人就传出过绯闻，张柏芝也不是第一次晒出李浩霖照片，这次晒照张柏芝似乎要可以撇清两人关系，特别发文强调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看来张柏芝第三个小王子的生父到底是谁，依然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开心店可以牵出这么多料，张柏芝不愧是当年的话题女王。对于此事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评论。